哎，这师傅在干嘛呢？师傅，你在干嘛呢？你怎么来了，白大哥？这是谁呀？我是买房的。买房？买什么房呀，师傅？我着急让你还钱了，买什么房呀？还在问呢，哪需要卖房子啊？大哥，我们不卖房子。你这买不买房了？卖成多少钱呀？这么大一个房子，96,800就卖了？我们一家人都商量好了，爸爸说了，这笔钱一定得马上还给你。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房子卖了。我又不着急用钱，你们卖房子还我钱干啥呀？我又没催你还钱呀，大哥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卖房子啊。钱给拿好了。你把这个钱拿回去。我们不卖房子。不行，你要是大哥，我们真不卖，真不卖。不行。师傅，你快点谈一下。师傅，那咋要卖房子呢？这么大一个房子，你卖这么点钱，怎么可能呢？以后我一定会卖回来的。这是96,800，我还差着3.2万，我在一个月之内一定会把这些钱全部还给你。我没催着让你还钱呀。行，这样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子。大哥，你别着，哎，大哥，怎么了？我跟你商量一下，可以不？不行啊！这样你把那个钱拿回去，然后把这个房子退给他们，可以吗？你这么脏了！我知道你已经买好了，可是他家是因为他的父亲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故，不得已才卖房子的。你把房子买走了，人家没住的地方了。不行呀，我已经买好了。你买好了，这样你把它转手给我，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钱给你，可以吗？这个钱我已经买。15万多对，你都知道这个房子值15万多，那你咋9万多就给别人买了呀？买好了的吗？我知道买好了，这样你现在转手给我可以不？不行。大哥，你这样，你出个价，然后你把这个转手给我，96,800，不行的话我给你加10,000块钱，怎么样？你要卖吗？啊。要么你都给我3万吧。你这才签了合同，你96,800，你转手就赚3万块钱，这样不行，我给你10,000块钱，可以不？不行，我要走了。我多给你10,000。不行。你大哥，3万。3万就3万，这样来，你把这个先拿着，你把合同和那个钥匙给我，然后我给你转3万过去。大哥。你看一下收到没有，已经给你转过去了。收到了。那你把那个合同和钥匙给我。跟你商量一下啊，大哥，你到时候遇见其他人就不要说这个是多花了一些钱买回来的啊。你也知道这个情况，你给特别是给那个姑娘就不要这么说了啊。好，行。师傅。你咋哭成这样了呀，师傅？你看这个是什么？给你。钥匙怎么在你这儿？你拿走了吗？我刚刚把那个钱还给那个大哥了，把房子赎回来了。为啥？因为啥你不知道吗？你这么大个房子卖9万多，怎么做这种傻事情？从头到尾没说过让你还钱呀，但是必须得还给你啊！你的钱也不是白来的，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多了，没关系的，要怎么去感谢你？没关系，是我，你知道，只要叔叔能够健康的，然后能够痊愈，能够治疗好，你就不要担心钱的问题，这钱都是小问题，知道不？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情了。去工作，然后我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你的，我们一家人。你放心，这个钱的事情以后再说，我们一定会。
念好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情了，啊。好。好了好了，好，一定会过去的。别哭了啊，真是个傻姑娘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情了啊。